2024总统立委选战结束，民进党伫咱彰化选区提下三席的立委。彰化县第二选区立委选举的结果，由民进党籍的黄秀芳连任。虽然开票日当天的暗时，黄秀芳已经伫咧竞选总部向所有的支持者表示感谢。不过，过当天一透早，黄秀芳也是按照计划展开彰化市花坛甲分园三乡镇的车队扫街写票，感谢支持者的信任甲热情。黄秀芳嘛来承诺哦，未来会搁较拍拼替地方来做服务。民进党彰化第二选区立委黄秀芳的写票车队选择按花坛出发，沿路热情的支持者嘛放炮啊来祝贺。写票车队伫咧县议员李成泽、杨祖贤以及前彰化市长邱建富的陪同之下，沿路来向支持者表达感谢之意。黄秀芳讲：“真感谢支持者的信任加热情，未来伊会更加拍拼替地方来服务。”再次的感谢彰化的乡亲朋友啊，这一次全力的支持秀芳，让我能够继续连任。那再次的非常的感谢哈，尤其这一次的选举，我们非常的不一样，我们不插旗子，我们也不乱拉布条啊，让我们整个彰化市的市容干净。那也非常的感谢所有的乡亲朋友能够信任秀芳，啊，让秀芳能够继续来连任。所以再次的感谢各位。那我未来会将我所有的在立法院所争取的经费，或者是一些重大建设，我会定期的在这个彰化这边来做一个报告。黄秀芳指出，这届诉求正向选举，透过文宣，让民众了解过去四年的立委任内做了什么代志，无乱插旗啊，也无有布条，维持市容的清气。真感谢乡亲的信任，让伊会当顺利连任。我们这一次就是打正向的选举，我们也不抹黑，也不乱拉布条，也不乱插旗子，好让整个市容干净。那我们就是透过我们的文宣，让所有的乡亲朋友知道，秀芳在这四年当中为了彰化做了什么事情。所以我们这一次的选举是一个正面的选举，那真的非常感谢所有的乡亲朋友这样子信任秀芳。黄秀芳强调，这届选战提下900万票顺利连任，胜选的关键就是正向选举，未来伊会更加拍拼替地方服务。大中华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。